道歉了的话，要去查。那你报警啊！你干嘛？我已经报警了。报警一整个夏天的甜蜜，所有男朋友的最佳代表了，我觉得。男人羡慕，女人喜欢。 在我的印象里面，王鹤棣就是个小朋友。这次来了客栈之后，感觉他，哎，很会做菜，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还能带好小朋友，就给了我很多惊喜感，也很有号召组织能力。就是当老板、老板娘不在了这几天，我们就好像他就是变成最有号召力的那一个。 把我们客栈分了，就是他干的，就是他号召的。对，的确很有号召组织能力。这应该怎么总结呢？对，我不总结了。别总结，你感情很复杂是吧？对，优点太多了，无法总结。想要抓住你的心，然后蒙着你眼睛，听你的心在跳个不停。 把你写进我日记，每天发生的事情，有空讲给你听我的秘密。抖音。你不可能没有钱，你不可能没有钱，你两千万会没有钱。哇，你这个女的好现实啊！这里。道明寺撩个妹，撩谁？你撩屏幕。啊！哎呦喂！